好，准备啦！呢首歌比较新啲，叫我彬彬啊，彬彬好听啲啊。OK， 彬彬，啊你哋都好中意我叫你哋 double 名喎，好似阿伟咁中意我叫佢伟伟，阿彬又中意叫我即系叫佢做彬彬。唔紧要，我做 online 系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Thank you 你啊，多谢你啊 ，Raymond Pang，Thank you 。好，咁呢首歌比较新啲嘅，咁啊呢首我相信啊阿伟咧啊唔系，我相信阿伟伟咧应该系听到我上一集咧最后嘅一个钟头倾偈当中咧，听突然间竖起耳仔叮，听到呢一首歌，所以佢就点呢一首歌，系咪啊伟伟？嚟啦！第四杯，喝到热泪盈眶了，还在喝，啤酒都斟到泻了。从前后有，今晚酒吧碰到了班中最漂亮那人，今天刹那像老人。谁曾话爱情要光烈才没抱憾，重逢时又这么不甘，很久不见，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坚强像你说起爱哭到停不住，讲到未来只有怀疑与怀疑，边个令你从此推翻对爱情那些宗旨，春分秋至到底你经过什么事，温柔像你已长满尖角和尖刺，可算快乐我亦有些难启齿，然而长情令可不说，今晚只想哼励志，夜太黑望被人拥抱，才陷进必输的恋爱圈套，条文供你一早参加已知道，几番错爱又怪谁，想反击你便再好，谁人没有行错些路，何用却步，话能流泪已经很好，不必多说，我知你经过什么事，感情受挫要哭够101次，先有气力再度脱胎来开始，来年无人来拖垮你，因你根本不在意，别自残一生，别望前路在意，你也只要得到你宽恕，下学期开始别又重读10次最暗黑历史，很久不见，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坚强像你说起爱哭到停不住，讲到未来只有怀疑与怀疑，边个令你从此推翻对爱情那些宗旨，春分秋至到底你经过什么事，温柔像你已长满尖角和尖刺，可算快乐我亦有些难启齿，然而长情令可不说，跟你多么的类似。
好，嚟自我哋 Dear Jane 嘅呢一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啊？有冇朋友听过啊？应该好多人听过啦呢首歌，因为好 hit 嘅呢首歌都，我喺餐厅度咧俾人点唱过一两次嘅都呢首歌。跟住上次喺巴士前都俾人点唱，不过 band 就冇呢首歌，咁所以就弹唔到呢首。咁但系就餐厅咧播咧就播过呢首歌嘅都唱过一两次啦。好，睇下先吓。诶，多谢阿伟嘅 super chat，thank you。等一下，跟住呢，是，你一定识，当然啦，我上次这样讲，我都说我在出面唱驻场的时候，有人点过唱过，所以我识都很正常，我识的，但是佢唔即系唔系话即系熟到滚瓜烂熟嗰只，但系咧我系识唱嘅，即系好在平时有听开，即系喺个餐厅度突然间有张纸飞埋嚟，哇！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跟住就胆粗粗地就唱啦咁样，因为系啦，好彩嗰次都冇唱错，讲笑咋？我费事要你讲咁多字啊嘛。第一次听你唱 Dear Jane 嘅歌，其实之前都唱过嘅。我唔记得咗唱 Dear Jane 边首嘅，你哋有冇人记得？又好鬼之长嘅个名好似，但我唔记得咗系边首啦。好耐之前啦，但系咧嗰阵时咧唱完咧冇乜反应嘅，大家可能唱得难听得滞，冇乜反应，又或者可能唔识咁样咯，我唔知道啊。有啲咁嘅歌名系啊，球哥，而家咩都有可能发生噶，正喎、啊，系嘛？啊 Ashley 话正啊，OK 好啊，三文哥冇问题吓，好有好歌直播点可以，点可以啊？有好歌直播点可以唔唱俾大家听？哦系啊，有其实都有一啲歌，有一啲歌系我识嘅，但系我喺直播度冇唱过嘅都有嘅。咁啊，阿伟之前都发掘咗有好多一啲系我本身冇喺直播唱过而我有识嘅歌嘅，佢都跟住然之后就喺个直播度点翻转头咯。女版都好好听系嘛？多谢 ，thank you。Hello， 詹士邦你好啊！阿欣欣话咩？你加演冇讲，我冇加演啊！我系唱餐厅咋，我冇加演啊！你咪呢散发，如果发夹在左边，右如果发夹在左边啊，左边即系呢度，又系一绝美，唔得我块面会好肥噶。喂，船长，今晚要跑马咩？吓、啊，今晚跑马，喂，船长，今晚有马跑啊？原来今晚星期四、啊，星期四有马跑嘅咩？我以为只系星期三有马跑噶。喂喂，就话听过好多女版，想听下小米嘅版本，好好听嘛？多谢 ，thank you。不过我唔系太熟啦，如果我再熟啲会好啲咯。呢首歌我觉得，我谂今次应该第三定第四次唱，第三次，可能系第三次唱添咋。上次嘅当年情输咗$50系嘛？系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小赌怡情啊。旧年出咗嘅金曲之一啊，陈磊唱过呢首歌系嘛？陈磊唱过啊？嗱啊，系啊系啊系啊 ，Eric 啱啊，系啊，哪里只得我共你系呢度啊？攞咩啊？攞嚟煎我就识咩叫攞？求哥，攞嚟煎噶嘛？昨日放假改咗今晚跑马，哦，原来系咁样，我而家先知。原来是这样的，大家赢多一点啊，赢多一点啊，开开心心赢多一点。好，刚才有什么的点唱歌看看先。那因为